我们是希望说，能扩大服务台南市的市民，把西北地区的那个公车路网让它更完善。那因为中四、中五、中六这三条路线，原本上，搭乘的人很大部分都是台南市的市民。那我们希望说，提供市民可以有8公里里程优惠，那以及转乘优惠相关的优惠，以及那个敬老卡可以免费的这个优惠。那希望说，西北地区的公车路网可以更完善，服务更多的人民。就是因为我住在嘉义的好美里，然后因为我经常到新营去消费啊干嘛的，然后因为之前是7408这条路线，所以如果之后就是我们现在改成中午，我就可以有基本里程26块的免费，所以一个月的话都可以省好几百元的车资，然后我觉得这样很就是对我们来讲很便宜很棒。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新营地区与邻近的嘉义县民众因就学、就医等因素往来频繁，为服务在地民众，原本属于公路总局经营的从新营到嘉义铺子、好美里、布袋的三条路线正式纳入大台南公车行列咯，分别改为中四、中五、中六三条路线，都可以经过新营转运站及新营火车站，方便旅客转乘，整体路网更加便利，而且市民还可享有大台南公车的搭乘优惠，便利又划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交通局长怎么说吧。我们这个移拨了原来是公路客运的三条路线，成为大台南的这个干支线公车，分别是中四、中五、中六。那这条路线就是联系新营跟这个嘉义地区非常重要的生活的路线。那这个移拨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目前四峡公车里面只剩下新营客运还有三条是不是四峡的路线，那么把它移拨进来之后，我们可以四权统一。那未来在整个路网的调整跟对于客运业者的路线管理上有非常大的综合的效果。那第二个部分是这个比较重要的是，搭乘这条路线的这个乘客呢，可以享受跟我们大南公车一样的乘车优惠，就是8公里免费，另外是这个敬老爱心这个市民卡都可以免费来乘车。那第三个是我想是比较重要的是促进跨域的治理。我想新营跟这个嘉义县的义竹啦、埔子啦、布袋其实是非常密切的生活中心，那透过这个跨域治理的加强，我们也可以让这个地区的生活的这个交通更便利。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4月13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安南区本仁桥改建工程预定在今年5月就要完工，不过现场过现场发现工程使用的路灯有 LED 和传统的纳气灯，为了响应政府责任检查，上午透过立委陈廷辉也即告通报公路总局甲市府公务水利等单位会勘，希望路顶会当全面采用 LED。市长郭信良表示，台南市政府为了兼顾责任检讨甲照明，正陆续将全市23万块的路顶要换作 LED 灯，包括进前完工使用的海尾寮桥，因为部分路顶是采用传统的纳气灯，市府伫个接管以后，嘛将陆续来更换。市长发现，在未来将要完工的本安桥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对此透过立委陈廷辉来协调，希望公路总局会用变更设计改换 LED 灯。我们发现说海尾寮桥在当时候有部分是 LED 灯，有部分是纳灯，那变成说还要再更换一次，因为现在我们要求就是为了节电，所以全面都要去做这个 LED 的更换。那我们觉得这样非常可惜，如果今年我们的本渊寮桥如果一样设计是又有 LED 灯又有纳灯，那是不是我们还要再更换一次？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一次通车之前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那现在基本上因为过去的设计是纳灯，那我们也要求
未来所有公共工程，我在立法院未来我会有提案，我们所有的公共工程都要用我们未来的一个处置方向。我们既然前瞻都在鼓励各县市政府来做 LED 灯接电，那怎么可能我们自己的公共建设的设计还在设计那灯？全台南市呢，在今年都已经发包完整，花了将近9亿元，将整个耗电量大的这个亚纳灯改为 LED 灯。那这两座桥关系安南区很重要的桥梁，那也是要整个配合一致性，让民众觉得都是用 LED 灯啊，不可以有这个突出啊，这座桥呢只有纳灯，这是我们所期待。那整个道路看起来就比较都是 LED 灯，也是省电，让市民的观感会在增加。为了避免完工以后再来更换一届浪费公款，对此公路总局也要求设计单位愿意来变更。至于进行整合的传统纳气灯，市府干部局也将纳入预告，作为未来传统纳气灯的替换更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提供台南市的独孤长辈定期的探访和关怀，而且若有紧急的状况，会当第一时间做协助。市府社会局特别推出木林志工，也就是符合资格独孤老人，会搭配一位社工和一位志工来做照顾。这项行动在13号正式启动，已经有251个单位来配合。来自台南市包括组织基金会、教会、宗庙等民间组织，以及社区关怀据点等251个单位，拢组织伫市府。目前透过社局，已经伫全市符合资格独居长辈配对1066组陆续增加。市长吴怡贴也特别到场见证这款一户一户人志工的关怀行动，同时一一颁发评书，感谢这群民间人力的支援，参像小天使一对一的照顾。其实很多独居老人哦，他自己的家人都不一定有做到成婚三定型，但是我们木林小志工哦，他们都会去啊，这个靠着电话或靠着访视或靠着招呼来。照顾关怀我们的独居老人，这些我们都非常非常感谢这些木林小志工对于我们的台南市的社福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将来我们也会更努力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木林小志工的行列，那我们也会发动我们更多的这个社工能够来关怀我们的独居老人以及社会上弱势需要关顾的人。一户一户人的方式甲关怀据点并无同，重点就是有社工的介入，会当伫第一时间处理到底社会资源，嘛好配合的单位相当肯定。啊，服务的部分哦会更加周到，因为呢，伊对伊呢啊，比如讲有啥物状况，逐间拢爱去做关怀，爱去做关心，啊，有需要市政府还是社会上帮衬的，马上就处理啊，所以市政府呢愈做愈好。到4月13号截止，目前有251个单位，所以社会局嘛呼吁，想要加入木林志工行列，会当向社会局在你厝的社会福利中心报名，联络专线2993992。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由台南市会观察联盟举办的议员质询评鉴，至今已经办过3届。这个评鉴的重点，同款是放伫议员质询的质甲量顶面，同时纳入公民团体问卷调查，扩大民间的参与。台南议会观察联盟为第三次定期会开始办理评鉴，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次举办。这次评鉴的重点，同款是依照出席率、发言率以及敢有特殊行为等等，以每一位议员质询时的表现。做出质性甲量化评鉴，但是这届较不同是，阮伫即个质性含即个量化的部分，分成7:3比啊，也就是会有30%的这个质性的部分。那质性的部分会跟之前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民间团体单位，包括欧巴桑联盟因等等，将就因关心的议题，会放伫来对面做即个质性的即个问卷，对啦。伫这部分，我来个重心个来调整问卷的内容，安尼，啊，就是针对这个较普遍性的这个啊个城市的这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会议庭开会中间较重要的议题的关心的程度了，对，这下物件来做这个评分，可以较接近即嘛，这个会议来是这个时间的发生的这个
市政的较重要的事件呢。误会贵宾，成功大学校长苏慧珍嘛，期待学生会当独立思考，用进步而且有结构性的方法甲社会沟通，关心地方的政治。能够去充分展现，不仅仅是他学习的部分，也是他对社会参与跟关切的部分。那我最开心也觉得最受到鼓励的是，我们的同学这几年来都能够持续用非常进步结构性的方法来跟社会大众沟通他们能够做的，以及他们对于整个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地方政治或者是这个全国的不同的议题。议会观察联名表示，回顾进行两届议员并干，待观察议员为第三次定期会十九名，减少到第四次定期会的十五名。议员的平均发言为第三次定期会的二十六届，增加到第四次定期会的三十届，实际出席率为第三届定期会49%，提升到第四次定期会60%，证明公民监督的力量是有所发挥的。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因接无亲节百货公司嘛开始推出无亲节档期，为滴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得规划各种的好礼甲优惠，要来抢光这批商机。伫光华高中林宇明同学温馨又阁好听的吉他演奏声中。有个台南大湾坝母亲节档期将要到来，百货业者特别推出服装部门满5000送500，大型家电满10000送1000，以及各项满额礼、独家福利等，要来回馈给消费者。台南大湾坝在4月15号到5月10号举办妈咪的美丽冒险的一个档期活动，那这个档期活动我们推出非常多优惠的活动，包含了百货服饰呢5000送500，然后大家电呢满万送1000。那我们在首饰日的部分特别推出凭原版 APP 我们会享有单笔6000多送200的活动，我想这都是市场上最优惠的部分。那首饰日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有我们最顾客最喜欢的来店里满1200就可以兑换这个牛奶锅的活动。除了庆祝母亲节，台南大湾坝4月16到4月18举办爱凤梨嘉年华，消费者只要用 Happy Go 卡当天消费满500，就当凭发票免费送一个往来，每天限量100粒，送完为止。16号到18号呢，我们推出了凤梨嘉年华。那这次活动是我们原本大家一起来挺农民的一个活动。那在16号到18号这段时间，我们只要单笔消费满500元，我们就会赠送凤梨一颗。那其中我们还有一些那个关庙相关的一些凤梨相制的商品包含了像凤梨吐司，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凤梨现场都会做贩售。今年的台南大湾坝母亲节档期，自4月15到5月11日为止，期间规划各种消费满额福利，就等待消费者家己来选买。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国托剧场的音乐剧《生命中最美好的五分钟》在台北的演出欢迎热烈，四月份开始全台巡回，4月24号到25号将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导演梁志明特别串联演员郭靖、蔡明佑来到台南做宣传。音乐剧《生命中最美好的五分钟》四月底将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该剧导演梁志明。高丽特别传令男女主角蔡明佑、郭靖来到台南宣传。音乐剧从头到尾大概有20首不同的歌曲，然后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好听。那每一首歌都歌的音乐都很好听，而且都很有戏。那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来欣赏的这样一个点。
郭靖表示，巡回首站来到台南，是用一种归零的心态在演出。台北场四场演出演完之后，有一种，我现在有一种归零的感觉。对，因为那四场真的是那个发条是拴得很紧的，没有松开的一刻。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接受这么恐，应该算恐怖吗？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的表演的这个这样子的变，就是你要四场连续的演出。所以其实那个，但是很奇怪的是身体的疲惫感没有那么严重，对，但是就是那个整个专注力啊，以及那个身体的，你知道那个什么肾上腺素，会一直持续在那个很嗨的那个状态。为了演好中学生的角色，蔡明佑特别走去学校周边观察各中心拢会有虾米行为表现，就是希望会当呈现好青春的角色。校门口跟他们围墙旁边偷偷的去管他，就是现在国中生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什么？然后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片段，其实我有一个小动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有扇把衣服这样拉，然后去扇他的动作。就其实这个也是我在那时候做功课的时候有找到的点，对，就是其实国中生因为可能上体育课嘛，啊，我穿的又是体育服，所以其实那个青春的躁动跟躁热。生命中最美好的五分钟，四月二十五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登场，喜爱郭靖、蔡明佑以及音乐剧观众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癌症一直是国人十大死因排名第一。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副作用容易造成病人无爽快，基比医学中心就利用中医来辅助治疗，不但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而且针对肿瘤大医病人做统计，发现副作用明显改善的大约有60%左右。一般癌症的治疗大部分拢是手术、化疗或者是放射标靶治疗等。但这些病人在接受癌症治疗，容易出现无爽快的副作用，亲像胃肠无爽快、晕眩、落头毛，或者是口干、四肢末端的麻等。对此，基比医学中心透过中医辅助的治疗，不但会用来舒缓病人的无爽快，而且也用来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缓解那个放疗、化疗、标靶治疗的不舒服的症状啦，哈。那像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个手麻、脚麻，好，末梢神经的病变，好。那我们中医有一些活血化瘀、利水的中药方剂，它可以去改善那个。那当然外用的话呢，就是有针灸，那甚至我们有设计的中药的足浴包，让患者去泡脚，好，那这个都有能明显的改善那个末梢麻痹的那个症状，对。那当然还有其他像失眠，好，睡不着啊，然后食欲啊、体重下降啊，好，这些问题。那像失眠的话，我们除了一些养心安神的中药以外，哦，我还会针对穴道去下针。那当然在耳朵的部分也有一些安眠助眠的效果。对，那胃肠道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四神汤可以促进那个食欲，啊，哦，然后。四神汤里面有茯苓，那茯苓有一些多糖体，那这些对患者的那个免疫提升都有帮助。亲像这位65岁的梁太太，因为鳞癌第二期，伫个初期的治疗出现晕眩无爽快，加上平时活动容易来喘气袂顺、嘴焦、末梢的麻等，经过中医的调理甲针灸，已经大大改善这种的症状。就是感觉到说，我好像有口干舌燥呢，然后我就那个我那个主治医师郭医师就跟我说，那我跟你安排中医哈，跟你调解一下。我说好，然后他跟我安排过来哈，然后我就来找李医师。然后他那时候我就吃药的时候就肩颈都很不舒服啊，然后他还会跟我做针灸，就有舒服感。要不然你那时候连手你要往后面，就像50肩，你没办法手往后面去，拉不到。后来他针了，然后吃药了，调节了。走路起来也比较顺，也比较不喘了。根据基比医学中心的统计，在去年门诊肿瘤专案总共有29人，加上肿瘤大医病人中医会诊，总共有101人当中，在加入中医辅助的治疗，整体评估明显改善的有4人，轻微改善有61人，两项加起来有效改善的就高达60%左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中嘉集团都是企业责任，积极亲临社区甲学校，透过简单轻松的课程，让民众甲学生了解媒体素养，以及如何判断假消息。伫光华高中的国中部所举办的活动，场面也非常热烈。媒体试读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培养民众正确使用媒体，正确判断接收到的资讯是真还假。中嘉集团为了落实企业责任，积极走访社区和学校，举办媒体试读相关的活动。八号下午来到光华高中的国中部，轻松有趣的课程也让学生积极参与，校方对中嘉集团也表达感谢。对于就是媒体啊，有机会来学校宣导，就是媒体试读跟怎么去辨别假新闻这样子的一个宣讲或是一个活动，我们真的觉得很谢谢。因为其实虽然平常我们老师们也都有机会在课堂上是可以跟学生说的，可是其实生活里面还是充斥着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不实的消息，那我们也常常一不小心就转发了，或者是就广为宣传了。所以我觉得虽然上个学期已经来过，可是这一次我们还是很高兴中嘉集团还是很愿意再来跟孩子们分享一次这样子的媒体试读的很正确的观念。而且上下学期的内容其实有一些是不同的，然后也有很多生活里面的小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是有很好的帮助。课程当中，讲师特别安排生活常常会遇到的假消息的判断，让学生透过有奖征答和讨论来加深印象。对学生来说，今天的课程除了有趣好玩，也让他们收获丰富。我觉得这一次上课，它让我学习到，就是因为这个世代有很多方面可以让我们摄取到不同的讯息，但是相对那些讯息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那这堂课可以让我们有更多方法或是技巧去分辨说这些信息的可靠度，那也不会让我们就是摄取到一些不太对的知识，然后去传播，然后让恶性循环不停地在这社会滚动。我是觉得说这堂课啊，它就是教我们如何分辨了。像也有一些 app， 就是还有一些网站是知道说是可以分辨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就是说以后就是不要就是随随便便就这样相信，我们要查证。面对各种媒体所传达的资讯，民众一定要先求证，不要急着分享，避免成为假消息的传播者。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十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3度到28度，落雨几率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4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